原标题：新疆有处古代墓地，传作棺材，抢了一墓碑，女性墓还陪葬男性生殖器，毫无疑问。3800年前的新疆罗布泊还是一方浩瀚的水域，众多的河流汇聚在这里，人们划船遥想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小河墓地就是最好的说明。而这里的胡杨木桩也并建的完全是生殖崇拜。小河公主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罗布沙漠中，东距楼兰古城遗址175公里。小河墓地整体由数层上下叠压的墓葬及其他遗存构成，外观为在沙丘比较平缓的沙漠中突兀而起的一个椭圆形沙山。墓地给人的第一强烈印象就是墓地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的140多根多棱形、圆形、浆形的胡杨木桩，都4米多高，很粗壮，多被砍成70体到11体，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。考古学家们说，密密麻麻矗立在小河墓地的多棱形、圆形、浆形的胡杨木桩是生殖崇拜，因为他们发现墓葬头部的立柱形状根据死者的性别而不同，男性死者棺木前部的立柱是桨形的，大小差别很大，其上涂黑，顶部涂红；女性死者棺木前部的立柱基本是呈多棱形，上粗下细，高度一般在1.3到1.5米左右，上部涂红，缠以毛绳。卵圆形立柱象征男性的，桨形立柱象征女性的，这种指向毫无例外。甚至小河墓地中的棺材也分男女，墓地中布满了生殖器，其中的4位女性尸体旁边还有着一样特殊的陪葬品，木头制作而成的男子的生殖器。小河墓地的男性崇拜就这样，小河墓地的胡杨木桩被定论的，毕竟生息繁衍是人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，专家们这么说也不会有错，但能不能让人全信却是个问题。墓地最初的发现者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，1934年，他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在传说中有千口棺材的地方，除了收获文物，他还将这里命名为小河墓地，因为墓地前是一条狭窄的水道。贝格曼认为他在拟定这些逝者生前的母亲河，但他和他的探险队踏遍小河流域，却只发现了其他几个墓葬和一座烽燧，并没有找到人类的古聚落遗址。为此他断定也许村镇的遗址已经被流沙淹埋。而关于墓地的胡杨木桩，贝格曼似乎也产生过疑问。他说，桨形立柱象征女性的，但为什么要把它做得那么大呢？小河墓地的女性崇拜贝格曼离开后，小河墓地再次消失在了茫茫的沙海里，直到临近世纪之初才被人们重新发现。2004年的考古，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多种文物以及3800年前的美丽的小河公主。同时人们还无一例外地发现墓地的棺木大多被做成了船形。历史在这里被一连串的关键词复原了：小河、船、桨、水域浩渺的罗布泊，一下子就向人们勾勒出了古人生存的画面。死是生的反应，生也是死的见证，有了水就可以生存下去，有了水就可以牧马放羊，土地就可以使鱼种植，就可以有粮食吃，而有了船和桨，人们就可以乘坐着他来到罗布泊打鱼，在流水被划过的声响里，分明还存在着古人在这里栖息的幸福的微笑。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答案呢？小河墓地，小河墓地的多棱形胡杨木桩意味着高，遥远的小河人，男人乘篙，女人划船，一路沿着小河来到罗布泊，撒网捕鱼的生活给了他们幸福与欢乐。他们感恩也崇拜着罗布泊这水域，也认定了船、篙、桨同样可以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愉快的生活，进而将自己的棺木做成了船的，把篙和桨做成了墓碑。
并以劳作的分工来区别男女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吧。最早管理小河人的是越氏人，这要比史书里记载的匈奴人早了1000多年，甚至在1000多年以后，张骞出使西域时还认为黄河源头在罗布泊，而汉朝则为控制丝路上的这一重镇，与匈奴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较量。这一点《史记》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墓碑高高耸立在小河人的墓前，那也许是他们当年生存状态的宣言。今日罗布泊汉代时，罗布泊的小锅楼兰曾经反复出现在《史记》里，但这并不是说楼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。《史记·大渊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早在2世纪以前，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，只是到了汉代，这一带的生态开始恶化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，东汉以后，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和改道，导致楼兰严重缺水。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城，又召集善闪、燕袭、秋瓷三国兵士3000人，不分昼夜横断驻兵和引水进入楼兰城，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。国王曾经是楼兰国的最高统治者，是全国土地的占有者，全国百姓都要为皇家服劳役。国王任命执政官，负责执行法律。楼兰国有独自的法律，它包括税收、水利、土地、狩猎以及刑法和以铲除礼法等。甚至为了生存下去，楼兰还出台了保护树木的森林法。现代研究成果表明，楼兰的保护树木森林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森林保护法。但在此之后，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，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，楼兰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，民众难移。楼兰城最终成为今天的遗迹，小河墓地女性陪葬品小河墓地就这样站在历史之初，向人们讲述着生存与水源的秘密。也许面对那些胡杨木桩以及女性尸体旁边特殊的陪葬品，很多人都会想到生殖崇拜，但没有水，何谈生殖，又何谈崇拜？生存就这样被建立在了水源之上。3800年前，小河人划着船儿从罗布泊轻轻荡过。文路生小河墓地船行棺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，感谢原作者，欢迎关注作者更多原创文章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